好的，大半夜的哈，那刚刚抽这辆车呢，花了1万多钻石，结果发视频之后呢，很多小伙伴说自己花几百就抽到了，这给我气的睡不着，只能继续带大家来体验一下这辆车怎么样了哈。那这车的外观呢，必须要提一下，另一辆名字带有"夜"字的 A 车，永夜君主啊。这俩家伙呢，车身都是夜的黑，然后释放氮气的时候呢，也都是有翅膀特效，而且呢，特效也都是红色的哈，两者相似点呢还是挺多的哈。然后特性呢，大家自己看哈，容错率是很不错的哈。虽然比蓝牛少了漂移属性的加成，但是这车过弯的时候呢，却离奇的丝滑，手感转向都很不错。虽然是蓝牛的升级版，但是手感却有点类似于蓝牛的兄弟黄牛的丝滑。不过呢，实战防撞个人感觉有点不大行啊。综合实力的话，个人体验目前感觉还不错，但是想刷国服我认为是有点难的，当然也不排除能刷哈。估计呢就跟之前所预测的一样啊，就是为了给某些联赛的选手出一辆能代替蓝牛跑英伦古堡的车子罢了。也或者说它这个特效的卖点大过它这个性能的卖点。好的，那本期视频就到这里，喜欢的点赞支持一下，谢谢。